你想处了？啊，我想处了，就是有今儿有点忙，奶奶个爷爷，俺赶明回来，小弟回来，天老旱。啊，对对对，天老旱，不下雨嘛。我今天中午做一个，就是清饭介绍猪头脸汤圆汤。你确定这能好吃啊？你好吃，那你发明吧。我给你介绍咱奶奶的案板吧。好，四个。这是切生肉的，这是切熟食，这是包饺子的，这是烙馍。初九我拿这是炒菜的，这是盛稀饭的，这是盛饺子的，这是戳菜的，反正一系列。有生肉夹馍，猪头脸子，红番茄，老抽，漂亮小花，蒜片儿。炖的肉鸡汤给你。一锅不成，这地锅炖着中了。哎，疼啊，给你哈。叫我先给咱爷咱奶送去点饭，一会儿等我吃了饭，咱再换一个小弟，好不好？中中。嗯。这面条温度可行啊！咦，小朋友对了半壶。青番茄。我咋没吃过呀？青番茄啊。啊，我中青番茄炒菜。嗯。那是肉。你那发型一天一换。啥发型这？愣哥的，那个可没得。我做中了。哎，弄啥了呢？给你送饭的。呀，我送饭的，我的天哪！哎，你我的孙儿，这老猪皮上就是啥好吃？青番茄炒鸡蛋，不是炒猪头脸。哈哈哈哈哈！说俺说俺老太爷。扣了啊！扣了。这是啥饭？炒粉。哦。我这是青番茄炒猪头脸，大炒生肉那个小白菜面条儿，滋、哦。面条子，要么你吃一口最香的，叫我瞅瞅来，最香了，最香了，哎，嗯，没了，啊，最香了呀，最香了还是最香了，你最香了，三口油的面条味怎么有了？我说的。这里十来年做的面条可好。我说的，瞧着这番茄这里头好吃。他说的不好吃。你不叫你叫，你还搁面？咦，就这都跟我后就叫你做吧，叫我歇歇吧。你看做的多好。我天天给你做青番茄炒面条。来一个。有啊。匆匆那些年也没。来，赶紧吃饭。来，饮料喝吧。嗯，分钱了，分钱了，有你的事儿就分钱了，有他的，有我的呀，有我的，没人事，要恁大婶儿啊，养活不恁爷啊，真是，就说你不是老两，我不是老两，嗯，俺俺爷恁俩怪恩爱的，眼里明明平，也是闹吧，变了骨了，别开玩笑。听见一会儿了你呀我给你模仿模仿说一下我吃饭啊挑三挑呀我能找一下啊人说了呀，你一瞧起来下地脚都低级了，回来，长大了牙疼，一直都不小。我不是刚回来，不是回来我，是你在家吃，我这也都叫了俩，我瞧也买好一都堵住，这都又着急。你俩人若是处理可好，青番茄炒好吃哈。嗯，不如咱都要转了吧。你让客气不中，吃青番茄吧。你不中，呀，我这手真不中了。我这里没有青的了，要是，哎，小夏，你大一点吧，赶紧把口来，口来，口落，用那肉吃吧，不吃，吃吧，啥吃？
鸡肉啊，不吃不吃，你看不吃，啥肉也不吃。你看看。我也说吃了饭都不懂，我吃了饭为了这葱。吃了饭领钱呢？哎，分钱了，领钱呢？你还整整赶紧。一碗都没有了。哎，一碗也没了，一碗还剩呢。我不中，你不要，你给我钱。我不是教了教你那名咋说的？我写我写反了名，不一这样也不中了。妈呀！我这上头发做的非常明确。我是皮蛋。你那弄那海带都不叫切的碎一点儿。我等会儿尝尝吧。我你吃的你的牙口了，我把嘴都嚼不碎了。多少人都不吃。嗯。别吃了，你这。不吃不吃，那你这能不吃？家里回来喝大便咋了？今天这是不能弄。俺那他不知道咋好处了处。嗯。好吃不好？嗯。好吃不好？好吃。有这么好吃？哈哈哈哈哈！肯定捏着肯定。这喝个凉的。用。呀，咱俺说这不用啃嫩筋子，光他给你唱荷兰门来。哈哈哈哈哈！你给我钱啊！啊！房间什么样？跟你回来我都喝了，你弄啥呀？我裸身出裸身去了。你没长那会长，你草长得不好，还长草长得也不贴呀。你敢弄啥？今年你那地上不会长毛了？今年不会去吧？就那恁死了之地不干。这个星期死的哈，上几天都该放过，省得哎呀，到星期一再上。肯定这星期两星期不来回。嗯，肯定这星期都不会。什么长那么？嗯。还是我娘，我真的不行。你都没想想，一盒房价的。要我娘，我不一样，给你看有奖没有奖在。啥子还？你看看有奖没？四月三十。我不是你自儿给你看看。36号。有。四月三十号，29那日。一红半。说了开始放，这抵着三十。你喝了两杯呀？6块钱。他没弄，没红烟弄，皮一斤。嗯。我发现恁成天都有土豆，俺那没土豆。我那有八的，他弟的八的，今年我给你八了，好多。都是八了，吃了。有土豆了，真的。嗯。他咋玩了还没土豆嘞？炸就花。嗯。炸土豆吃了。嗯。你看我。别喝酒了，别喝酒了，我看。爷他这我喝酒。你甭。娘，你甭说那话。别喝了。说。卖你，卖你。